随便凑下来还会看见。哦，老婆，哦，你今早把手一掰，今晚向向向这大这面哦，了面头真好，外恐怖。我真叫你惊死我！我知你是不是惊讲哦，我咧困困，点样搁昏去，所以想要检查我。你知影就好，你都唔知哦。我今麦看你困去，我是来拢足惊呢。你放心啦，那天了医生来巡房的时阵哦，跟我回复了真好，应该明仔载就当出院啊。那你我都放心吗？那你放心，我才袂放心呢。蔡慧，请问一下，你的麻子面是走去倒啊？我才困无偌久尔，你那变相阁变歹啊？安怎？你是暗生要做纸片人，还是要做仙女，不食人间烟火？哼，那我做是你嘛，跟我同款，袂食袂困，不搞笑。我感觉要变善阁变歹，你敢会伫我？嗯哼，我即个大男人拢愿意为我未来官长太太啊提供四包啊，我哪有可能袂伫你啊？只是哦，我唔甘要你为着我受折磨啦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既然即摆我已经清醒了吼，后盖我着三顿来当作底来吃，我当保证，免偌久吼，你肥软肥软哦，会满钱阁倒来。哼，李文娘，你今仔心情真好吼，我现在就……老婆，我不讲价。只希望咱的手永远袂阁分开啦。蔡慧，我等一工哦，真要等足久啊！我哪有可能会啉醉啊？恁大嫂是哦，我有米结婚呢。哦，拜托哦，恁阿爸想要选哦。阮早都来恁家买衣服啊啦，今仔阮阿婆闹着洞房哦，阮老早就袂错你啦。对，闹洞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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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今摆时间做完，恁紧回去，卖破坏阮的新婚之夜啦，好不？爽的，你嘛帮帮忙，这天下敢搞有这么简单、这么便宜的代志啊？小鬼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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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真侪人哦，话某袂做咧换衫，你若是想要哦，较侪新婚之夜，我甲你讲，加换几部你话讲的。哦，恶心呢，这么浪漫的代志，互你讲到一条假蛋。那都是讲嘛，叶子啊，那是伊安尼想，那我试久绝对袂安尼想，我来保证，我试久的新婚之夜哦，一世人间一遍头啊，而且我对象拢上好啊。怎？刘伟啊，你对象已经选好啊？是啥？我讲是啥？焦点错误。咱今仔的主角是总经理，佮总经理夫人，无人想要知影试过的对象是啥？就是讲嘛，就是讲，咱是主角啊！喂，男主角，新人，我是要手里面固定。你佮做一关爱过，你到底是想要较紧到房无啦？哦，七哥，你莫你灌无良酒啊！明仔载我佮要去旅行社佮度蜜月来着。借口，明明就是唔敢恁翁啉烧酒。对啊，总经理夫人，你若是唔敢伊啉，你会当啉吗？我无安尼啦，啊，这是阮哥头一届结婚啦，啊，所以哦，这洞房花烛的老人，啊，咱明天再来，啊，我请你讲，讲出来，来来来，坐来。小魏，我看给你到此为止，咱们来上啦。嗯，我去换一下，好不好？
无简单，这个人拢赶出去，越紧的我都困觉咧。哎呀，是咱新婚之夜，一边个该将困，爱个新郎才会困。你唔困去啊？那乡亲是哪要惊死哦？因得着我的手啊！拍死拍死，恁做听啊？喂喂！你是怎搞的哦？做听啊呢？海婷，你表情那么是在面吗？不要，我真正结婚了呢，结婚遐个真真挚，咱真正结婚了呢。加油诶！从今仔开始吼，你就是我的太太，咱是一家人。以后别人都会叫我李太太。嗯。我买单，介绍公这是我的先生。嗯。就没关系。嗯，你想我挂紧关系啊？真紧哦，我要先写李小慧，跟你同款调皮可爱，找个囡仔。嗯。哦，不过我开始买生一个李小龙啦。好啊，阿恁两老生啊，也是讲今仔是新婚之夜呢，咱来过开讲好不好？好，来听。无啦，我唔是讲困啦，我是讲洞房啊。洞房，老公，我就爱困的呢。阿是真正啉醉啊？嗯。好啦。无你困啦，为了我等这出，等这久啊，无差一工啦，好吧。你无差，我有差。哇，你个真调皮啊！后盖又是李小慧，又是李小龙，我们一人要照顾几个囡仔。你话已经没话。想跟我来一回啊？是你的哥哥，他是我们高方的小组，你现在叫人来打他啊？原来他是方小组的小妹。水果牛啊，应该是你认到人啊啦，啊，他明明就是啊。是你认不到人才对，我知道你要找那个叫什么宝的人，上回我们哥已经让高天成跟林丹认不到啊，所以我很清楚，你要找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以后不要再认不到人啊。伊是阮哥方小主，是外方集团的执行长。阮哥若是捡一支头毛，是安怎，互阮爸知？伊一个就知死，有听到无？哥，你敢真正不要紧？哥，无啦，我无代志。
袂甲你分析的，因为这是我心肝上深的感觉。我真正爱。别离开我好不好？没人比我更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因为我的心情跟你同款。其实我不是很害怕，我才安慰你那些话，其实也是在安慰我自己。小飞，好歹当互相挖苦，你也不让我陪你，我不希望看你孤单一个人，也拜托你，你可以陪我好安心好不好？就是安心的感觉，原来这么温暖。永安，我要输我的心，我再欺骗自己，也不再继续了。我已经忝了，我不再想了，我只想要好好休困。小飞，这是头一次我感觉你的心离我这么近，敢讲这就是爱情？不管将来安怎，我会去倒位。就算讲咱一定会分开，我嘛已经心满意足啊。因为有你安尼陪伴我，就算讲咱一句话拢无讲，点点做做伙，对我来讲，都已经够。你对阿姨后，我才知影，真爱是无怨恨、无后悔。我真感谢命运无放弃我，将你留在我的身躯边，予我全新的人生。以后，我嘛用我的心来守护咱的感情，永远惦在你的身躯边。哎，老婆，你可能唔知吼，
其实我不跟你表白过呢。啊，我一届啊，你啉烧酒醉，啊醉到唔知影路。我跟你讲过，我讲，无听到我对你的爱啊，我是迟到啊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可能会早退。即卖手提这贝壳，感情最后捡到上水个。世人去找，要一世人把你下我心肝来去疼惜起来。李湘，请你嫁我。慢两分钟，头先讲过，十分钟内把车的锁匙交到我的手来，任务失败。我哪有慢两分钟？我准时好不好？亏你这任务失败就对了。正常是要赔钱啦，拄好我即马腹肚枵。阿伯，你啦，我你陪我食饭，多谢。你这个小姐，我已经上到位时，你敢会不爱食过呢？哎呦，不愿意哦。心肝袂记啊，身份证搁在我的手内，我陪我食饭，妈的，我唔知你的身份证会安怎。囝靠哦，我今朝今晚八到幺，啊，那么我绝对袂得去。Waiter， 那个 surprise。进来就看到你迄间 surprise， 唔敢过来搅扰你啊！我迄句是通关密语哦，我甲伊敲到要去送快递就用你啦。你紧去陪迄个 surprise， 那毋是徐香香要等你，是毋通互人等哦？万一洗一个伤久，怎了去？食醋？食什么醋？你这无聊呢？规天交到遮尼侪女朋友，是真有成就感。因的心嘛是肉做的呢。但是让你放肆，也是有一天向阳发现，只是你打发时间的佚佗物啊，你拢唔惊伊会受伤哦。你好好努力想，我即马就甲我想要讲，让你知影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当体会到，伊叫你伤害的心情啊。我希望你会当知影哦，叫人到底是佚佗物啊，是啥物款的感觉。讲到这么侪也无效啊，你也无要无见也袂听。我本来早前来公园收快递啊啦，你莫得来。等。你讲你要去前夫那间公司收快递？我看伊是故意要你叫伊，别人无猜想你这么无聊啦。无啦，一定吼是哦，设好的局啦。啊，无你看这多快递公司偏偏找你，卖去，咱卖中计。你就奇怪呢，我要接什么客人，跟你啥关系啊？要去哦，无好啊，行，我送你啊，你看一下。坐你的车才危险。就跟你讲，我送你去，无你是安怎啦？唔免啦，今日陪恁空姐啦，因为徐先生在等你啊。你根本就是在吃醋，你无你到底去啥啦？我天！你可以讲那些一介无耻的人呐、啊！我真正不是陈秀丽所喜欢的啦。好啊，你讲希望我会当受到处罚，会当体会遐查某伊当伊的想法，那咧由你来处罚我。我知影无强重视的感觉，我就变作是江江好的工具人。真正是死缠烂打，这种白贼话讲会出嘴。就算讲我无重视你，又怎样？你也袂听啊！因为我介意你。李佳亮，你能当我无我将你重要的代志，要跟我当作是你太太无？你一点仔机会拢卖给我，你唔给我机会照顾你，唔给我机会替你分担，唔给我机会叫你做伙找出治疗的方法，你什么机会拢唔给我？你哪能这么做数？你家己都大做大，决定安尼做对我是上好的，你就安尼做啊！我害你好好当你的朋友才受得了，你袂当替你的性命讲真相，你的性命我一半是我的，不是你想要怎做的就安怎做的。小青蛙，看你这紧张着，平常时的自信啊，搁再讲啊！你也不是第一个去阮家啊？迄无同呐，之前我是契约情人，是去上班的啊。啊，不过我今嘛是真正的女朋友。林金章，女朋友。
阿妈本来就真介意你啊。搁再讲，有什么代志，我这男朋友陪你辛苦变保护你。嗯。你放心，今麦我伫个，我个代志查好清楚。是讲可恶，竟然敢让我新买老婆背黑锅，我绝对好伊好看。你有想到什么好办法？嗯。安尼好不？过来，过来。哦。安尼嘞。不要你了，帮救救我！啊，免咱话，无咱会救你啦。哎呦，不要你了，你若讲帮救，等下袂帮你锁。哎，你闲话，那规身骨顶扣扣啦，你啊。谁讲的？等下我就让你看卖啊，大内高手厉害。哎呦，哎，阿伯在创啥？我刚无看呢，你那对人安尼热情如火啦你。辉弟，你走袂去啊？赶紧跟我制作一个宝宝救星出来，阿老母妈会伫红气昏呢。阿伯，女性的威力应该怎样啊？拜托哎，自己尝试好不好？嗯。那你敢知影这四个位是要用来创啥？都会嘛是用来反刍的啊，不会卸微的电是四台的食物处理机，会当一罐一罐把牧草变油变嫩变做养分。厉害，你讲了无唔对，啊，不过那讲到一半呀，我因为反刍啊，所以一日敌人啊未来进前，甲面头前所有草啊拢食完，然后甲安全的所在才慢慢消化。嗯，就是一盖一个半的概念啊。我的地表最强老公，拿战斗力强，好不好就拜你。嗯，那你有种类不？你想种类？是我吃牧草。你要吃这药来来。不，我讲的牧草是老婆你啊。我想要给你贴一下罗巴，然后海外新过来慢慢反刍，那你我得刚好过要做观众。老公，你真的是无极限呢！连天国的扁桃奖你马上放闪。阿伯诺，你咬我，你咬我。家人，请你嫁给我，留在我的身边，让我继续有功，你也走一段，你敢愿意答应？你讲确定？有啦，下昼时啊，小哥甲我报告过啊。阿佳云知影无？回家都无意思啊，啊！你看，哦，这个少年人我也真敢嘞哈，两个人在路安尼担来担去啦，嘛唔惊歹势。即卖时代无同啊，阿你讲歹势什么货啊？我是惊讲，我加看一下，我会洗目睭啦。讲遐有诶无诶？好啊啦，卖你甲看啦，紧行啦。这两块面色面色咧。佳云。
包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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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做木木，你叫做彤彤。木木彤彤，小狗子耶。木木彤彤，还跟他们赶快相亲相爱，永不分开。老婆大人，我爱你。嗯。嗯。嗯。哦，囡仔点咩安尼呐？我听人讲，有心了身体开始慢慢变化，会水肿，啊，挂手指啊，枕头会疼，所以我专工送你破冷，把这手指啊套在顶面，安尼挂起来，手就袂疼。知道你的丢丢这么高，那是因为你爱我，你跟我同样，你不可能会伤害我。老公。